卢舍那佛，卢舍那佛的意思就是智慧广大，光明普照。沿着伊水河畔来到奉仙寺，爬上阶梯，举世闻名的卢舍那大佛就在眼前。卢舍那大佛是龙门石窟全境中最有名石雕佛像，此大佛传说是武则天的化身，面容丰腴饱满，修眉细长，眉若新月，眼睑下垂，双目俯视，嘴巴微翘，又含笑不露。他庄重而文雅，睿智而明朗，脸上略有笑意，被誉为东方的蒙娜丽莎。此画大佛至中，旁边迦叶和阿难，形态温顺虔诚，二菩萨和善开朗。